大家慢慢退，好不好？慢慢退。那你有什么话想跟被害人说吗？他们很辛勤的工作，哎，但是却因为你开快车，就现在死掉了。不好意思。打掉了，不要动。关机关了。跳完礼拜之后，有觉得心里比较没那么愧疚吗？啊，后面小心哦！来，后面小心哦！那你光看你嘴唇颤抖，心里很想说对不起，对不对？那你今天看到家属，他们死者的家属这样都没有任何的想要表达的吗？他在工作，因为你的开得快，然后就这样撞死了。